好，高台湾高铁出发，一日赚倒臭房子。干嘛这样子啊？啊，因为你用太密了。不行，这样子哦。好。No。好，那我要开过去，我没有赚到。不行，要这样子走。好，走。啊，要赚到臭房子。不要这样子。啊，赚到臭房子。你怎么赚自己的房子啊？你看你要这样子啊。这样子。我在那边也是我。那我要过去哦。预备，过。我成功了哦。要很多哦。再一次哦。耶，我又成功了，成功了穿越子。如果是你给人家赚到。就撞到你的火车了，没关系，还是有你。那你要帮忙要去旁边啊。好。我又成功了。然后我要成功了，预备 ，Go！ 把房子撞开了。不该，为什么要把？把火车撞开了。妈妈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好，我要出发了，我要从这边过去吧。不要再推了，预备，走！哇！还要再一次，成功过去，打倒所有的房子。这个是小礼物哎，所有的火车都到齐了，二一。